为什么呢？因为文化系它要不是减配，要不就是加价。它通过配色或者讲故事的那个方式来让消费者接受这双鞋，然后把价格提上去。而准者呢，它没有，它只是给你说带来不同的配色，让你可以有更丰富的一个选择，然后就是也没有减配，也没有加价，这点。